未夠九點，大批市民就嚟到港外線碼頭，準備搭船入長洲。警方在場架設欄杆去戒備，秩序大致良好。新渡輪特別加開航班，疏到人潮。有市民話：為咗睇一年一度嘅漂色巡遊，寧願早啲嚟排隊搭船。除了漂色，太平清照的重头戏抢包山比赛将会在凌晨零时展开。新渡轮会提供特别的航班，在凌晨1:15由长洲开去中环，亦都有临时巴士站设在中环5号码头外。天文台说，受到一道高压脊的影响和环流影响，今日天晴炎热，最高气温高达32度，可能是立夏以来最热，呼吁外出的市民要注意防晒和防热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譚宇仲報導。